放心吧，我不会说出去。这么晚了还来医院看急诊啊？没办法，孩子发烧了。那我先走了。 死者眼睑出血，嘴唇发干，手骨骨折，颈部有明显的勒痕和皮下出血。致死原因应该是窒息死亡。致死凶器应该是一条4厘米宽度的绳索，或者布袋条。